发生公车冲撞分隔岛，公车翻出事故，请立刻前往现场。你要在现场帮他开刀啊？你看看这是什么环境啦！你看那病患的状况。生死存亡关头，冒险是唯一的选择。还有一个朱先烈，你能够保证你每一次的手术都可以像今天一样顺利吗？尽全力拯救病患，这样就对。 台视《生命捕手》，敬请期待。